Cooking Show， 欢迎你妞妞妞耶 ！Hello， Hi， I'm Kevin。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哇哦，又到了开心组、感谢组的时间喽！弟弟，你看，这柚子啊，有什么稀奇的？这柚子可不一样喽！你看，我记得了，这是我们去巴黎采访柚子的时候自己画的那个彩绘袋，对不对？对，就是把那个柚子套在彩绘袋里面的时候呢，因为是我们自己画的，你看特别有 feel。我们这边是在哪里？这在巴黎啊，那个陶乐是那个半山腰的餐厅。哇，你看跟小朋友一起画，他们画的好像比我们还好。对，他们的方法很特别，就是开放可以让我们来套袋，在快收成的时候认养你的柚子。对，所以我们自己把我们画的套上去了，这个现在采收回来了，那我们柚子选的好不好啊？很好哦。拿错个了，这个是套袋的。你看我们在那边跟老板那个他泡的柚子茶。对，最主要他是结合他的休闲产业啊，让那个我们来品尝。这个是龙源，在这里啦。对，你看龙源那个周老板周大哥啊，其实应该周爸爸了。他照顾柚子像当作他小孩子啊，他讲解的时候好专业。对，你刚刚拿基地啊，就是他用心栽培出来刚摘下来的。周爸爸种的，对不对？我觉得他的那个蜜雪梨哈，哇，好甜，好多汁哦。有些蜜雪梨还比柚子还大颗。对。其实他们的经营方式都不一样，但是我都发现他们都是非常用心的去照顾他们的这个柚子。对，像那个陶乐社林老板有没有？他就是延续爸爸的产业，可是他的发扬比较是在做休闲，让人家来参与。那我觉得周爸爸呢，他是一路从年轻啊，当你那天去问他那些种柚子啦，然后怎么样施肥啦、有机管理这些，哇，他好专业。对啊，而且就搞共啊。对，要谢谢他们给我们那么好的知识哦。他还亲自开放采果的时候来当那个导游嘞。对，其实哈、我在新加坡很喜欢吃柚子。你有没有觉得，当你今天晚上吃柚子，明天很好那个消化？对，它可以纤维进到我们果肉，进到肚子里面的时候可以帮助你消化。讲到你爱吃柚子，真的我老公不是盖的，他吃柚子哦，在新加坡的柚子来到台湾之后被台湾迷住了。对，因为新加坡特别有柚香。新加坡柚子就是那种泰国来的圆的大的哈，那尤其在过年的时候，当我们吃那个捞鱼香啊，一定要用这个柚子。对啊，而且我觉得这次很惊讶是巴黎的文旦柚。你知道吗？台湾是那个北巴黎，所以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现在有这么好，在台北也可以找到好的柚子。那你今天用柚子，那我们今天用柚子呢？平常最常的就吃水果嘛，对，帮助消化。那然而鹿料理当下也很多了，我觉得最实际的呢，好吃的柚子直接吃很棒。那我们今天用柚子来做什么？来做一个，我们想到我们在新加坡做鱼香，要用柚鱼香鱼香，那要用柚子。对，来拌嘛。那我们今天就做一个文旦柚明香沙拉。哦，这也是沙拉的一种。可是呢，鱼香哦，要准备的调味料可能比较多哦。对。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沙拉很简单，你只是要买到丰富可以生吃的沙拉菜。不同的蔬菜。不同的蔬菜。然后当然只有菜，可能很多男生、所以当我们吃这样一盅沙拉的时候呢，我喜欢里面有搭配不同的水果。对。平常我们是搭苹果，可是当柚子季节到的时候，搭配柚子很棒。对，那我们今天呢，除了这个沙拉我们来搭配一个高档的明虾哦，那就更高级了，等于是这个有点像凯撒沙来搭配超级大明虾，活明虾，你今天早上去捞的，对，活的，好活、哦、是，对，所以这个明虾如果说我们高档食材买到那么好的就不要用油来炸，是，也不要去烤的，不用烤箱烤，对，我们其实这个。明虾你只要铁板明虾，把那个下面那个脚剪干净，这个沙比较可以洗干净，然后再把这个挑掉，这个泥肠挑掉，这个你看，这是澎湖来的，你看很干净，真的很透明，你看它的泥肠那么干净，对 ，OK， 然后就是把这些剪掉，然后呢，腌葱姜蒜酒汁就可以了，这个剪掉。你看这个，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这道菜的设计啊，是很适合想减肥的人吃的。因为柚子也可以帮助排便，然后明虾呢，热量呢比肉类还低，再加上大量的生食的蔬菜的时候呢，增加了很多的纤维在里面，它会让你吃的没有感觉像吃减肥。它还活的嘞，你看，我剪它哈。哎呦，它刚刚在睡觉。它现在在睡觉，你看。
那么活，你看在冬眠啊，所以你看在台湾很棒啊，可以吃到这个活跳跳的明虾。嗯 ，OK， 那我们今天那么好的食材哈，我只是放一点粗盐来烤。OK， 腌的葱姜蒜酒汁沥干哈，然后这边放一点粗盐，不要放油。哦，真的是直接用粗盐来发，好像有点像灰团给炭烤明虾感觉。对。哦，那这个粗盐哈，等一下一起烤的。盐烤明虾，你就这样盐烤明虾了。对，然后这边我们就撒一点黑胡椒，可以。OK， 把它搬过来。刚这两个都腌过了，葱姜蒜酒汁。对，都腌过了。那我们现在只是撒黑胡椒在底部，它等一下烤的时候，这个黑胡椒的那个香气都呛到里面了，哦，所以很原味。OK， 那我们这个一尾今天大概120克 ，OK，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进去，这样子。那你前面的头要不要剪掉一下？哎呦，对不起啊，真的是活蹦乱跳的。OK， 那你这样直放哈，它比较不会缩掉，所以等一下它更大。赶快盖起来，对，盖起来哈。那我们给它烤6分钟。OK， 好吧。那你们今天要教观众的，那今天比较特别的话，我是要做一个柚子沙拉酱。那一般来讲，柚子沙拉酱你可以买现成的美乃滋。那我们今天是用他们用柚子做出来的柚子醋来打沙拉酱。那帮我一个忙。好，我今天用一粒蛋跟。你为什么要自己打呢？因为买美乃滋就好了。因为我觉得外面油太多了哦，外面的美乃滋哈，而且我们自己在家里打可以用好的油啊。那你是你可以用橄榄油，我也可以用，因为橄榄油味道比较重。我今天是用芥花油，芥花油那橄榄油本身就可以直接。等一下，你这边是一粒、哦、一粒蛋黄，一粒全蛋，对不对？是。好，一粒蛋黄，一粒全蛋，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这么点。谢谢你提醒我，我要先把蛋打发。OK， 先把蛋打发，打到什么程度？把它快速给它发了一发了，有点像打松饼一样，然后我们再徐徐加入什么呢？加入那个油。油，所以你在家自己做哈，你不要用沙拉油，你用好的这个芥花籽油。OK， 那当然橄榄油有些人喜欢。就这么点。在打的时候呢，可以加一大匙的那个砂糖。砂糖。那我是用细冰糖。细冰糖。那如果有枫糖也可以，它打起来比较紧。OK， 好了，哇，好美哦！自己打的沙拉酱，哦，沙拉酱哦。刚刚有一个重点，就是当你把那个蛋打发之后，有没有那个油有没有是分次徐徐加入，然后速度呢不能太低，它有个快打，对，让它拌均匀就好了。好，你把蛋打发，然后就徐徐加入这些油，就变这样子。那每一次油加一点下去的时候，当它跟那蛋液慢慢融化，是不是要功夫再分次把那个油拌匀？对。接着呢，我们就加油，我喜欢加柠檬汁的味道 ，lemon， 然后我们再来加这个柚子醋。柚子醋，哇哦，对，有柚子香味，来一点盐，来一点盐，那再打均匀就好了，对，就好了 ，OK。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虾子。那虾子，哦 ，OK 了，可以了。好，可以了。好， okay， 这样就 OK 了。好，我们看一下。先放在旁边。这个打得很好，你看，这是我们所谓的外面买的美乃滋，可是没有那么油。对 ，OK， 因为我们油量加的比较少。哇，然后又有很好的蛋呀、yeah, ，OK，、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虾子哈、哦，大概要看你的虾多大。今天我烤大概7分钟，我们来看一下。哇哦，你看。这个虾子哈、哦，它烤好它会变红，它不是灰色的，不是好像生虾的颜色。然后呢，你这样检查一下。哦，我觉得这套沙拉搭配这个虾就已经很过瘾了。好，你看，那我们这样检查一下，如果你插下去，透了就可以了。哇 ，QQ 了。哇，好棒。然后你看这个虾没有缩掉。OK， 那我们先把虾拿起来。那这里呢，我刚刚呢打好的这个成品就是原味的沙拉酱呢。我把它再把它加工调成我们今天要吃的柚子酱。哦，还要再调？对，要调。因为这样子会太油分太高，我又再把它稀释。那稀释之后，这里呢一样呢，可以再加柚子醋，然后加柚子酱。柚子酱看不到镜头里的手，对，加柚子酱是。哦，这个现成的柚子酱，对不对？对对。OK。柚子酱。好，那拌匀之后呢，我们再加一点新鲜的果粒。把这个柚子呢，这样你就会发现你的沙拉酱里面呢有柚子酱的，还有柚子醋，再来呢有新鲜的果粒来搭配我们今天的这个明虾，海鲜类是最适合的。哇哦，妈咪，你看这个虾很挺哦。好，你看这样子哈、哦，烤得刚刚好熟，它很 Q， OK， 很 Q， 然后它特别甜，哇，你看这个虾很棒。
一下，我再弄。好。好，这边呢调好的柚子沙拉酱，这样我们就可以平常像我们最近很流行是晚上吃一大盅的沙拉。对。那我们这里有很多的新鲜菜，我来弄个成品。那你那边呢？我们今天的沙拉呢搭配一个什么呢？就是柚香寿喜烧。好，你先过来。来，我们来过来。我在这边弄沙拉。别，等一下，我不要啦。你看这个，你坐啊，你坐。好，我们怎么调这个汤底呢？其实很简单哦，我觉得在家里很棒的地方就是这个寿喜烧呢，它锅子不用高，就是浅。然后再来呢，我们这里呢比较特别是今天有用 miso， 用味噌给那个瓢。好 ，OK， 用味噌。今天哈、哦，有些时候你们在外面吃的 sukiyaki， 有时是哇那个甜到不行的那个酱油啦，或甜到不行的 miso 酱啦哈。今天比较特别是我们是用清水。平常我们是用鸡高汤啦、啊，或者猪骨汤之类的，有没有哈？可是这一次呢，我们就是因为为什么呢？这道汤头里面比较特别是它的汤头要清爽，对，不要太重，因为里面要吃出鱼跟肉的一个鲜甜，对，所以我们是用 miso 搭配什么呢？搭配什么？柚子皮丝。柚子，我把那个柚子，因为这次现在我们买到的今天的都是有机栽培的柚子，有没有？它的那柚子皮洗干净之后，我们用刨刀把它刨成薄片，切成细丝。切成细丝，可是呢，这个要吃的时候要开始刷你的菜，再加才加，你不要在里面一直煮太久。对，不要一直煮太久哈、嗯。那我觉得比较健康的这种，其实这种好像有点像刷刷锅，是很健康。你会看到好多蔬菜，你看我们今天有牛蒡丝。好、哦，有秀珍菇、金针菇，然后这个又是新鲜的那个金针花，嗯、然后这个是秋葵，然后昆布，哈、哦、木耳、花菜，然后这个你看很棒的这个绿豆芽，这个没有，这个是有机的绿豆芽哦，这个是没有加那个无成长激素。你看短短的那个成长激素跟雌激素啦，对，没有，你看它啊那么短，这个也生吃的嘞，你看。嗯，哇、wow, ，因为现在呢， okay. 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说哈、嗯，有一锅清汤，然后搭配不同的一个蔬果料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吃这个火锅的热量会降低，对，然后比较清爽。然后再来，我觉得有时候寿喜烧很多人都习惯把什么菜通通放在里面去，其实要分，对，要分我们先放豆腐。哦、等一下哈、哦，我们这个要吃这个寿喜烧啊，你看有菜。像比如这个白菜，我们梗要跟叶子分开，因为当你吃到那么健康的菜，那你要懂得把每一样食材煮得刚好熟。那现在让你来摆切吗？没有，等一下，因为我要调酱了。对，你先调酱，好吧？好、哦，那我先把这个菜介绍完哦。这个像这个妈咪，这是什么菜？甜菜。甜菜？哎，我刚才有一把甜菜在哪里？这个是客家人吃的甜菜。嗯、OK， 好、哦，那其实吃火锅很。easy， 看你要吃什么菜、嗯、喜欢吃什么菜就吃。好，那这边呢，我们有羊肉，新鲜的。最主要在这里面，我们搭配这样的汤头呢，有涮羊肉，以外呢也有鱼肉。很特别的就是，我们今天买到什么呢？很新鲜的国光鱼。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这个鱼叫国光鱼。这个是海的鱼嘞，跟国光号有关系吗？它很有肉哈、嗯。然后呢，因为这个汤清汤，我们是用水来煮，那你可以把头啊。煮下去，让它就有甜分。当然，如果你要把明香的头煮下去，也可以，也蛮适合的。那我可以先把豆腐片放下去了。OK， 好啊。那我这个哈、哦、来去这个鱼，当然你也可以切一片一片哈、哦。那你也可以把肉去下来。你看哦，我们先把这个叫什么 ？What is this fin 啊？啊？这个叫什么？什么 ？fin 下巴。下巴，鱼下巴，先把下巴去下来，下巴很好吃。嗯、当然，我们吃这个哈，可以把里面它刺不多，中间可是接近肚子这边哈。啊，这两块就是鱼下巴。对，鱼下巴。然后这个呢，把这个肉去下来。OK， 它蛮有肉的，它肉蛮肥的。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一锅料理的菜啊，除了要搭配新鲜的鱼片，有没有？应该是先吃菜才吃肉。但是呢，我们今天呈现，我先教大家，就是说，像这个白菜耐煮，我先把白菜梗放下去 ，OK？ 那等一下，你先把头放下去，这个鱼头啊，还有身体哦，鱼头，对，忘了，让它有点甜分，加点鱼汤的甜分 ，OK？ 这个头很耐煮，你看这个国光鱼头哈、哦，把它放下去，好、哦、，OK？ 然后呢，这个身体的骨头啊，给它让这个汤哈、哦、有鱼肉的甜分，对，因为刚刚我们这就是清汤嘛。miso 清汤嘛，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加一点那个鱼肉的鲜甜在里面。这个鱼肉蛮多的嘞，
是看起来小小哈、哦，你看有没有？对呀、啊，所以那哥哥还很爱吃啊。对，然后这边哈、哦，它其实吃起来有点像鸡肉啊，这边有一些骨头啊，嗯，哈、哦，可以把它拔起来，然后呢，我们再来切片这样子的方式。好。这样切片哈，你看这个蛮有肉的，很漂亮。你看这个鱼肉，嗯、它比那个什么肉很好吃。一般是给你吃鲷鱼，鲷鱼，大部分都是鲷鱼片。你看很好吃。嗯、OK， 好，那我们这个煮这个要一个酱，对不对？对对对。啊，你来教人家，有些人喜欢这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它的汤头确定很清爽之后，大量蔬菜搭配新鲜的鱼肉类。可是呢，它的蘸酱很特别，一定是肉片有没有？跟那个鱼片啊，它要先沾蛋。所以我们把一粒蛋打散，等一下就可以用这个来沾了蛋之后再去涮在锅底里面。对，那刚才我要讲哈、哦，就是说那个比较难熟的先放下去炖，叶子先不要放。对啊，等你要吃的时候再来刷。然后像这个花菜可以放，花菜可以先放。OK， 好，就放一个角落。那另外呢，除了 Daddy 你现在在那边排菜，对不对？对，然后呢，另外我们要搭配就很重要，就是它的蘸料。我这边有调好一份，那这个蘸料里面比较特别，我用到哪些东西呢？我一样有 miso， 然后我喜欢有点辣的话，可以加点辣豆瓣，或者是可以买辣味的 miso。然后呢，同样今天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要有柚子的风味。有时候呢，当然你不加柚子的时候，柚子季节你把果香加进来，你的火锅就多了不同的风味。对，所以当我们有些时候季节性有什么水果的时候，刚好用这个柚子啊来融在你的酱里面，你会发现吃这个火锅的时候呢，就可以吃到不同的一个怎么讲，它的风味在当中。我们先把这边都调好，最后再加上味淋。哦，你看哦，我们把这些菜哈、哦，不同的蔬菜啊，是牛蒡，哈、哦，就是这样子放进来 ，OK， 不同的菜 ，OK， 然后把它盖起来 ，OK， 先吃蔬菜，然后我们再来吃羊肉，再来吃鱼片 ，OK， 先把蔬菜哈、哦，这样比较好消化的东西吃下，盖起来，滚了就可以吃了。OK? 好了，这样调起来是不是很漂亮？你们看。所以有些人如果喜欢吃比较重口味哈、嗯，就可以沾料。可是这个蛋到底干嘛的呢？然后我还可以加一点芝麻。哦，加一点芝麻。但就是我刚刚说了，肉片去沾蛋，再去涮你的锅底。OK， 像这样子哈、哦，一个一片羊肉，这是土羊哈、哦，你看很瘦很棒，这是羊肉条。OK。那这样子涮下去，它可以保护哈、哦、这个肉的甜分。然后要吃的时候呢，把菜吃完，然后我们再涮在这个里面。好了，这样子涮下去，你要 try， 你看，这样子刚好熟，你要不要吃吃看？你看它有蛋保护它，你吃吃看。我有沾酱吗？你吃原味吗？吃原味，我要沾一点酱。沾一点酱。Good。那我觉得鱼肉哈、哦、也可以，鱼肉也可以沾。嗯，鱼肉啊，我们也可以沾蛋。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当然你这样刷过蛋液之后，再去涮那个汤头有没有哈？对，它会那个肉很滑，可是加了我这个酱，我觉得是风味十足，因为它有柚子的那个香气。可是我要提醒观众哈，你要预备好一锅汤底，要一个米索的汤底要补，你不要一直一个汤底一直刷一直刷哈，其实哈这样子会。太浓稠，对，所以、然后汤底呢不能马上太快加，要当你第一锅的料吃完之后你再加，因为要不然你永远的菜都是在不温不热的汤里面去烫。对，然后因为你太多的汤头在刷这些材料，这些材料的营养都流失到汤头，那你就吃比较少的营养。哦，因为这个是其实如果说真的很忙的人哈、哦嗯，新鲜的东西这样刷真的很健康。那你来做你的沙拉，好。好 ，OK， 我们来做沙拉喽，回来了，哇。这个沙拉哈、哦，那我觉得有些时候很棒的地方，你可以用一大盘，你也可以用很创意的这种感觉，罗曼有脆的，对，然后有一点橘苣，有点橘苣，剪进去，剪进去，然后我喜欢有点，就是很随性的，因为在一天里面，你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是很好的，然后呢，可以有一点点的那个小黄瓜、木薯芽 ，OK。然后可以有一些甜椒，可以有一些甜椒，
物，这样很健康嘞。其实我们现在每个晚上都是一天里面一定要吃一点生菜，尤其你当你吃惯一天有一个好吃的生菜，而这好吃的生菜通常刚开始练习吃啊，你马上吃太熟，一像和风似的，有些人会觉得只有酱油味没有香气，你就可以像我们这样呢，用不同的水果加入你的什么呢？自己做的沙拉酱变成有不同风味的水果沙拉酱哎。That's right， 你看我们这个有时候一些生洋葱也是很好的，对身体很好。紫色的洋葱，细细的丝，因为这种丝太厚可能会有点辣。OK， 然后我们的虾可以勾住哦。不同层次。OK， 这个虾要切片吗？啊，不要，我就让它整个 OK 的。勾在这里，勾在这边啊，一个虾头。我觉得这样子一餐你就点缀在这里面，对，靠在旁边。虾头我放在汤那边。OK， 可以啊，啊，都可以啊。那我的汤头变得有一点虾的鲜美，好不好？好 ，OK。我们放在，因为里面有虾膏。哎，妈咪，你来看。我在弄沙拉嘞。你看这些菜都煮得刚刚好，绿绿的哈，你吃它，这就是营养。如果说煮汤把全部的东西煮到烂烂的，那就不营养咯。好棒哦，妈！你看，我要过去了，帮你预备沙拉。哇，尤其这个沙拉酱，今天那个，哇！你看来了，在家里做菜呢，就是有一点不同风味的。像你看，从厨房跑到餐桌来吃一锅寿喜烧，吃之前呢，其实呢，最好的方法是先来一杯生食的沙拉。对，这样是不是很富？哇，那这一餐就是吃很高鲜呢。你看，沙拉也是高鲜，这些。然后苏吉亚蒂也是很高鲜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综合性的火锅料理，很好吃哦。现在一起来复习材料，还听营养师到底怎么说。That's right。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吕秉元。今天我们的节目介绍的是明虾沙拉加上寿喜烧哦，整个呢搭配起来是一个非常日式的感觉哦。那我想大家都知道，日本啊是一个全世界长寿有名的民族哦。大概连续几年下来，日本人这个平均寿命在全世界来讲都是那个蝉联冠军呐哦。那么科学上的研究认为说，这跟日本人的他的饮食啊一定是非常有关系的哦。所以日本的饮食啊被认为是一个长寿的饮食，所以今天呢、啊、日本的我们今天这两道菜是日式的做法，本来就是一个健康的血统了哈、哦、然后再加上啊Kevin 跟 Keller 他们这个精心设计的这个烹调的方式，两相加成之下，那今天的这个菜啊真的是一个所谓的长寿料理的一个典范哦，这个是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吃的哦。比如说今天的这个讲说这个沙拉和寿喜烧啊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自己做这个菜的时候就可以放很多的蔬菜在里面哦。那么像刚刚的节目里头大家都可以看到，另外就是说一般我们在外头吃到的那个寿喜烧味道大部分都很重，甚至有一点很甜的感觉，可是像今天我们节目里头教大家的那个做法哦，不会说那个汤一直在里头滚，然后也不会说一下放很多汤下去哦，所以那个汤整个有一样有那个甜的味道，但是却不会那么浓那么腻的感觉哦。另外我们今天的蔬菜放的时候啊，会教导大家就是说如果要煮的比较长的时间煮它才会烂的比如说这个菜梗啊，我们早一点放进去，那叶菜类的东西慢一点放进去，这样整个这个菜就比较不会说煮得过熟，那么食物这个菜里头的这个营养素啊好像维他命矿物质啊就比较不会被破坏掉，其实这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哦。另外今天我们的这两道菜里头都有把这个文旦柚把它放进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而且是很好的做法哦。因为第一个来讲，文旦柚它能够增加食物的香味，另外的来讲的话，我们不管是沙拉或者是这个寿喜烧，像火锅这类的东西啊，常常它原本是很健康的饮食，可是你这个沙拉酱啦、或者是蘸酱啊，如果用的不好的话，原本这健康的饮食啊就会破功了哈、哦。所以今天我们用这个文旦柚，或者说用这个柚子酱来做蘸酱啊、沙拉酱啊哈、哦，就可以啊，让我们这些这个不仅是食物本身健康，包括这个蘸酱跟沙拉酱啊哈、哦，都是非常健康的，这样是非常好哦。另外特别要强调文旦柚啊，它是一个含有维他命 C， 还有多酚类，还有这个纤维的量啊，都非常高的一个水果哈、哦。所以，我们今天把文旦柚放到这个菜里头，我们就在吃这个美味的同时呢，一样能够补充到维他命 C 啦、多酚啦，还有这个纤维。所以，这整体来说呢，就是像我们节目常说的，在吃出美味的同时呢，也能够吃出健康。所以，我们来看看呢这两道菜的热量。
文旦柚明虾沙拉一人份里头，蛋白质有20公克，脂肪7.5公克，糖类22.5公克，纤维6公克，热量是237.5大卡。再来是柚香鲜鱼寿喜烧一人份里头，蛋白质是36公克，脂肪13.5公克，糖类24公克，纤维10公克，热量是361.5大卡。